这不那个谁上次拿过来的印度饮料吗？尝尝看。哇，怎么着？少年大棒一挥，满足你所有欲望。什么？神笔马良？要了杯咖啡吗？橄榄油也没有，杏仁油要吗？喂，喂，喂，喂！哎，你在我家放的那几瓶印度饮料，什么？到底干嘛用的？你喝了？啊？喝完之后，什么感觉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喝完之后挂了一个美女，然后这个美女还活了？没错，兄弟，中二不是病，不治真要命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些原因都是因为你还没有失去童真，你跟那个美女约个炮去。这个，你帮个相亲，这个男的怎么样？海归啊！想什么呢？别跑！咦，你们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呀！你先找地方坐，我去买咖啡。我刚刚以为我在梦里啊！你来少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弄着呢。我要是侥幸赢了的话，能不能跟我约炮？闭上眼睛，当然是二，